报告委员会，出席已足法定人数，请主席宣布开会。报告委员会，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，那现在开始开会。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。那如果依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、地点表，业经提报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召案通过在案。二、宣读第二届第二会期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。一、第一号委员何新存，二号委员许志杰，三号委员黄国书，四号委员苏巧慧，五号委员吴思瑶，六号委员张廖万坚，七号委员钟嘉宾，八号委员李丽芬，九号委员蒋乃馨，十号委员陈学胜，十一号委员吴志扬，十二号委员柯志恩，十三号委员高露一样巴基拉，十四号委员高坚素美。宣读完毕。现在进行选举事项，那选举本会期本会的召集委员。那依召集委员选举办法规定，以无记名名单计法进行票选。高露委员，你还坚持要投票吗？你如果不坚持，我们各自推举，党团推举就 OK 了。好啦，拜托了啦，这 投票大家很浪费时间。就不要投票了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投票了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因为如果大家推举的话，等一下哈、就可以散会了、不用投票了，就不用等到十点半、十一点了，也不用开票了。好吗？好不好？那既然高露委员坚持要投票，那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为上午十一点，若提前投票完毕即提早进行开票。那现在请委员互推发票员、唱票员、计票员、监票员。要推发票员、唱票员、计票员、监票员。我跟你讲，一个委员可以兼两份，一个发票员跟唱票员一个，计票员跟监票员一个。好，好，我所以你拢会使先离开就对了哈。啊，咱学生周围无钓到，民进党会使钓两色哦。好，开开玩笑。好，那如果没有人有其他意见的话，那高露委员，你是不是担任发票员跟监票员？好好，那我就担任唱票员跟计票员。好，那我们会请监票员检验票轨及粘贴封条。好，现在请那个来高露。可能要麻烦你了，检验票轨，跟粘贴封条，这边，检查一下，票轨底啊，OK， 好好，那请发票员及监票员就位，请开始进行投票，请委员上前领票及投票。等一下，来，我们就这边领票。来，各位委员，请看清楚哦，就这一边领票，好，签名，然后圈票处，然后投票处的票轨在那里哦，大家看清楚，就三个步骤，那可以开始领票投票了哦。现在开始了啊！啊，其实大家都在现场看呢，大家各自都有看到就好了哈，公开。
好，现在呢，所有的委员都已投票完毕哦。那现在进行开票跟唱票。那请唱票员、计票员及监票员就位哦。那我们总共呢发啊不会啦哈，蛋姐哦。来来，监票高路，你要去看票轨，嘿，快来，要开了，可以开了，嘿。结束了哈，好，谢谢。我们所有的投票过程都非常的公开透明哦，符合民主程序。那我们发出的票数呢，总共14张，开出的票数也14张，有效的票数14张，那无效的票数0票，剩余的票数也0票。各委员的得票数如下：何委员新存8票，陈委员学胜5票，高路委员1票。那选举结果呢，就由何新存委员及陈学胜委员2人当选为立法院第9届第2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。非常谢谢各位。那今日的议程已经进行完毕，现在散会，感恩。